观众不挨饿，消脂餐点超美味。比如说奶油炒蛋，奶油对 OK 奶油 OK 对。中餐呢，你要想吃好一点的，我们可以选择海鲜，热量比较低。只有小优才吃得起这种中餐啊，好虾翻倍哦。对，我们平价一点，就是吃一片鸡胸肉也 OK。这样可以减多少？两个礼拜的话，大概3公斤到5公斤，看他的体重。哇！今天晚间8点，请你跟我这样过。东森超市33频道。